动作影星甄子丹和太太汪诗诗，还有小姨子汪媛媛，3月19日晚现身香港尖沙咀出席时尚派对。同场出现的还有千一媳妇徐子淇、女星关之琳、莫文蔚、吴千语、周丽淇，还有韩国女星金孝渊。说到在当天早晨在香港影视展上举行的英皇2019巡礼，甄子丹因为工作的原因未能出席，由新片《怒火》的搭档谢霆锋代表作宣传。这次是继电影《龙虎门》之后，谢霆锋和甄子丹时隔13年再合作。霆锋笑称很想跟丹爷再打一次呢。我当然我是因为上一次跟霆锋合作是他的风味的电视节目嘛，在日本拍的，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那么就也大家在说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次合作了嘛，那么这一次再合作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。我刚才说他最期待就希望可以跟你打一场电影你叫他手下留情啊，别上当我。另外听说甄子丹为了留多点时间在香港陪伴家人，和导演陈木胜讲明要在香港拍摄，平时就看到甄子丹经常送礼物给老婆汪诗诗，看来丹爷真是一个重情又浪漫的男人呢。对啊，他是很浪漫的，我觉得然后大家都很忙嘛，但是他拍戏那么忙都可以每一次都记得就是我们的特别日子啊。确实有点难度了，你看，你看，除了他的生日，母亲节、情人节、圣诞节、然后结婚周年，一年数下来都5-6次重大的一些日子，还有其他的平常的送花啊，那么一年下来都十几趟了，都要真的好像拍电影一样，那每一次都要动脑筋呢，想想不一样的心意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